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阿元。Cherry 现在就在那一间厕所里面打着便，他刚刚才进去吧。然后这个 video， 这个影片是我临时起意，突然间想到想要这样子来弄他，想要这样子来恶整他，所以现在就临时起意拍了这个影片。嘿嘿，我这一次需要你们的配合。什么？我短短拍片怎么？来，我需要你的配合。你有没有拍我们穿衣服 ？OK， 我这一次的计划是这样子的，这一支东西 ，OK， 随便啊。等一下，我就会把相机藏起来，然后等 Cherry 出来的时候，我就假假跟他们一起看一些性感女生的照片。然后看到一半的时候，我就要把这个东西塞进我裤子里面，让 Cherry 以为我起了生理反应。OK， 勃起对 ，OK， 所以现在我要赶快趁他出来之前，先把相机 set 好来。OK， 我现在就把相机藏在这个地方，然后用篮球来遮住一点点。OK， 这一个就是我等下要用到的道具。计划是这样的 ，OK， 我跟嘉俊一起看一些不应该看的东西，然后我呢就起生理反应 ，OK， 然后小明呢就发现不对劲了，然后他就去跟 Cherry 讲 ，OK， 因为正常来讲 Cherry 是不会发现到的，所以要透过小明去跟 Cherry 讲。小明就是要做引子呀，对对对，所以等下小明坐靠这边，然后我坐中间，你坐那边。咦咦咦！快杀死！哎呀，哎呀！这个原来是狗啊！我看一下狗是什么的。哈哈哈！怎么你要忍受命呢？没有啦，我就是要研究一下狗和人的区别嘛。你看狗就是这样。因为家具有东西要修。耶，你看这个骨头这里搞的。No no no business。行。真的听话，我也是狗啊。我是这样。耶，狗狗。角度是很美。
哇！要不然这个屌，这个他的那个啥？你有反应没？我反应。你要吃鸡啊？吃鸡。你要吃鸡啊？吃鸡。看不到没？哦。哇这！哇！我打开那地方。喂，我吸到很多水分。水分？你涌上来有没？我吸到，就我需要看我的一下。哇！这样小，这样假，哦，这样假，是，哪有假？你看我们看的东西，哎，笑哎、欸！你们不要误会，因为我刚才讲的水分是这个，这水分。对呀、啊，一定的嘛，因为你这样子哦，按下去的话啦。然后我们刚才讲那个日本的 project， 对，这个是 made in Japan 的嘛？对，啊 ，made in Japan 的。是 Korea 哎、欸。Made Korea， 哈哈哈哈哈 ，Made Korea 咯。不是，因为我奇怪，怎么你们会排排坐坐在这边 ？No， 我知道你们一定要搞的。我这个是临时洗，看你跑去大便，然后我就看到这个东西放在桌上，然后我就。你看它咬啊？咬，喂 ，No，Come， 给 ，Come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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No No，No，No。OK， 我现在突然觉得我们楼上还有一位。还有一位受害者还没有中招，然后我现在想要上去弄埋他，所以我会这样子撑着这样走上去，走进他房间，然后夹夹干拿一点东西，看他什么反应。OK， 各位，我现在就这样子，这样子的情况上去弄草泥马。OK， 严胜。快点，我不能鸟哎！楼下没有，楼下用火鸟。不痛，因为我吃了那个金刚圆。哪里？OK， 我先弄来顶上。森啊，你有地球可以借我。有地秀可以借我吗？我不能了，接了，接打。OK， 所以今天这个即兴的生理反应影片就到这边结束了，所以各位，拜拜拜拜，下期见，想见。很敷衍，讲剑，来拿你的狗手杖，耶！我的频道迈向70万订阅啦！在我到达70万订阅的时候，我将会送出 iPhone 11 Pro 给你们。OK， 你们要怎样赢取这个 iPhone 11 Pro 呢？很简单，你们只需要订阅我这个频道，并且把小铃铛打开，然后按赞这个影片，并且在这个影片下面留言，就这么简单。在我到达70万订阅的时候，我就会在随机一个影片的留言区随机挑选出一位幸运儿，然后把这个 iPhone 11 Pro 寄到你的家。不管你是国内还是国外，我都会把这个礼物送到你的家门口给你。不管你是台湾也好，香港也好，新加坡也好，只要我一抽到你，我就会把这个礼物送给你。OK， 所以我们一起迈向70万前进，冲啊！